Joseph. Yeah. 就把它剪开以后，里面佛跳墙全部流出来了。最近朋友们真的非常给力，然后呢都在看我的视频啊，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感谢大家。量大货了，你们猜一下我要做什么菜？来评论区跟我讲一下。一眼就出来了吗？那不可能，他们不知道的，他们肯定不知道。不要说，剪掉剪掉剪掉。如果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弹幕上给我打起来好不好？有一首诗叫什么呢？弹琴昏香飘四邻，下半句你接接魔师。哼，佛闻弃禅跳墙来，百度过了吧？支持一下接魔师哈，谢谢大家。你怎么动得这么快？刚才我那个你都不动这么快，不相信你们自己看一下那个动作就知道了。感谢大家。我们呢发八个干包，先把它放在这里面去泡水，要泡很久了哈。25头的黄鱼胶啊，朋友们啊，知道什么叫25头吗？真的不是那道菜啊，朋友们，我不会给你卖关子的。今天关键是教大家怎么蘸化这个干货，你们知道吗？像这个25头的，干蒸5分钟就可以了，烧开水放进去5分钟，现在已经出蒸汽了，开大火。我们找一个这个锅啊，还是一样要用纯净水。就像橡皮那样子它就可以了，这样子蒸完以后呢再放到里面去泡，它很容易就发开了。这种锅啊，玻璃锅是最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可以看得见，避免少了一只。这是关东蒸啊，你看刺是尖的，要蒸一个10分钟。那么这个视频其实有点复杂啊，大家会看到呢我会走过春夏秋冬，所以呢穿梭不同的季节啊来烹饪这道菜。好的，这个海参呢也真的差不多了哈。好，这个一定要烧开的纯净水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我们到了明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拜拜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干货，这第二天哦。花椒的话我们还要再煮一下它，先泡透了就要先把它挑出来，滚了就可以了，马上关掉，因为它温度已经达到了，我们给它放到后面去。然后呢这是我们的鲍鱼，给它换换水，我们还要再让它泡个8个小时。这个海参发了一个晚上已经长大了，但这个还没有好哈，我们还要再发一下它。锅一定要洗干净，不能有油渍在里面，也不能有杂质在这个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盖着盖子啊，让它继续焖在这里。主要是发这个干货还是有点麻烦的。然后呢我们怎么样看它发好了，我们用这个手指啊把它掐进去啊，穿透了这种感觉的。你去摸你自己的皮肤，点进去是能到骨头的那个硬的地方的，就说明呢这个已经发好了。花椒就可以了，把它收到冰箱里面去啊。这个鲍鱼的话呢我们也发的差不多了，你看啊，鲍鱼的这个嘴把它拉掉，边上黑黑的都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点纯净的这种开水啊，现在开始给它泡在里面，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包了。现在呢一捏这个海参呢整个都已经发透了啊，这个里面的肠跟嘴就不要拿掉，一拿掉的话你就要马上就要用掉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肚给它开开，这3根比较大根哈，因为个头也比较大，温度变化的方式来蘸化这个海参。好，我们包上保鲜膜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海参呢放到冰箱里面去。我们做这个鸡吞佛一定要包个爆汁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同学们，我要不然就不用包了吧，包过好几次了，还要再包吗？不用包了我觉得啊，要不要包啊？用现成的可以吗？我测试一下导演，真的不用心也不够严谨，在我心里面已经有标准了，一定要包的哦，他竟然说也可以。假如说我不包这个包子，这条视频最多10万的播放量，我包了包子马上就起飞，好不好？定个目标300万，好不好？鸡排骨、刺肉、猪皮、鸡爪，这些一定要新鲜的。如果你冻过了以后呢，它的味道不一样了哈。另外呢，我们再来一点77年的火腿，我们再来一点干贝。好，我们准备包包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鸡给它砍一下。排骨哈，这个环节的话呢，你们不要说好像包包汁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跟你最大的关系。本期视频就想传递一个呢，这个包汁怎么包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家里有条件，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，
包一包的包汁，咱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冻起来，然后呢做成一小份一小份，平时我们拉出来比如说烧个肉啊，捞个面啊，炒个饭什么都非常好吃的。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刺肉，叫腿肉，我们把它切成大块，77年的火腿。好，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呢，全部放到一起，要准备拿去焯水了哈，朋友们。花雕酒哈，放一块葱下去，咱们再来一块姜，啊，把这个火腿也放进去，泡泡出来，烧滚它，然后在锅里面再煮个1分钟左右。好，我们洗一洗它，一定要把上面的杂质啊给它冲洗掉，加点生抽，再来点老抽啊，给它炸一下它。这步一定要去做的，否则的话呢，爆出来那个爆汁啊，它就没有颜色了。拌一拌，油温呢达到80%在下就比较安全一点啊，60%的话它可能会爆，80%的话呢也会爆一点。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够了。好，我们再拿一点热水哈，冲洗一下它。一定要找一个这种高的桶，复合底的啊，朋友们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筷子啊打一个十字架在下面，然后再放入这个竹达，避免呢漏什么粘在底部，料头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再加入这个瑶柱。好，我们要装多一点水哈。那么烧开以后就要把它转成小火，包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这个一半指的是里面的汤料呢包了一半，不要包到全部烂哈。我们准备把它取过来，大概是这个状态，看见没有？咱把这个主打要把它移到这边来，然后咱把这个鲍鱼啊把它捞过来，放在这中间。咱们这里面的包汁啊，20克的老抽，20克的蚝油，加入50克的料酒，然后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加这种老冰糖。这块差不多啊，不要太多啊，太多它会太甜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要小心啊，包的时候一定是灯芯火来包它的，不要放盐哈，朋友们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要沟通了啊，朋友们，把它关小一点，一定不能大火。这个龙筋呢咱们给它处理一下，一定要先用这个高压锅把它压透，放点姜葱，放点盐，放点料酒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我们压一压它，把它压透，大概压多久呢？15分钟就可以了啊。龙筋处理好，海参煨好，鲍鱼包好，然后呢再加上花椒已经发好了，这道菜呢80%已经完成了。网络上的一些朋友们哈，或者美食博主们也都在做这道菜，那么呢他们呢在这个地方就翻车了，其实它是有诀窍的啊。好，接下来进入最关键的步骤，就是要把这个整鸡去骨，有几个诀窍啊。第一个窍门是什么？就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能着急。第二个诀窍就是要搬一张凳子坐在这里，不然站久了你会烦躁，是不是？第三呢，要把这个鸡啊给它按摩一下，然后呢茶一定要按摩。为什么要按摩呢？就是那皮啊跟这个肉会有点松，在这个地方先把它剪一刀，把这个脖子剪碎，鸡头不要去掉啊，不要把这个脖子后面的皮给剪破了。好，这边有一根筋，看见没有？我们要把这个筋给它剃掉，一定要找一个这种小刀哈，慢慢剃，然后把这个肉一层层把它剃开。全世界最好的医院在哪里吗？在这里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调整好，它就会治愈很多东西。这个鸡脖子的骨头一定要取到整根骨头出来，不能够一半把它剪断。我相信此刻弹幕上很多朋友们又在飘，这太难了，难怪它会失传。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呢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。我试了一下，确实有点难啊。下面呢有请去骨专家，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大师哈，李师傅从事多年的这个，你来。这个口呢这么大，可能是没有办法了哈。我刚才看一下，如果有些师傅跟你这样讲，你可能被带进坑了。哎哎，马上就好弄多了，你看看。把这个整只鸡放在里面去灌满水，
我怕它会断啊，所以我扶着它，基本上是没有漏水的。最大的难点就是不能在这边开，如果在这边开，很容易就取出来了。我们一定是只取这个脖子这个地方。你看，我没办法也切到这么大，待会儿用这个把它打结打起来是没问题的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整只鸡千万不能破。然后呢，鸡翅膀这个前翅跟后面的爪子这边给它留起来，它就很有造型的。好，我们把那个鸡去好骨了以后，就把它收到冰箱先。新到的啊，朋友们，就为了这道菜，这个鲍鱼也是包了一整个晚上。慢慢的煨一下，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龙筋哈。昨天我们煨了一下，你看，好切成这样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了啊。把这个海参啊，给它掏洗一下，这里面的嘴一定要把它去掉。青岛、大连那边他们肠子都不去的哈，我觉得肠子其实没必要去。这根呢，如果有一些比较粘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。我们给它泡在这个水里面。这个花椒呢也好了，一切三是可以的。要生四胎的、三胎的，赶紧囤一点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菜了啊！现在我们这个鲍鱼要先把它起出来，包了六个小时啊！哎呦，不行！火腿的筋都熬成这样子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我要把它加进去。我们要来处理一下这个鸡了哈，它的屁股那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绑起来，鸡肠子哈，你不能把它剪破了。我们那个要留一小节，把它绑死，不然它一高温一煮，它就一收缩，它就要漏气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包汁啊给它倒进去。好，我们只需要加一点点旧装蚝油，还有这个。老抽就可以了，那准备一点生粉哈。好，咱们把这个花椒倒进去煨一煨它，然后呢把这个海参啊，把这几个比较小个的哈放进去先煨它，还有呢这个龙筋，好把鲍鱼也放进去煨。那么这里面还有加什么香菇的、松茸的，其实都是可以的哈。今天呢我们用了这个四大天丸，我最近新买了一些这个四味勺回来。本期视频呢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。选出前十位最多的哈，我给你们每人送一把这个勺子。我相信只要您的这个话术啊专业，挖到这个食材的一些深处，哪怕找到一些缺点，都欢迎去留言。好，这个时候煨的差不多，咱再把这两根参呢，再把它放进去。我们可以少放一点点这个芡哈。咱们要把这个整只的这个鸡，好，我们来点酒啊，来点点生抽酱油，把这个鸡啊稍微把它腌一下，然后拍一点姜葱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让它腌个十分钟就可以了哈，来再带点老抽进来，节目上我们开始往里面填东西了啊。最近吃的有点好，没事，一只鸡一辈子也就吃这，吃这一次。我们先把这个鸡脖子这里哈，先给它绑一个死结，那我们把这个鸡头啊，给它砸过来，那把这个鸡啊，先放在这个水里面让它泡，千万注意啊，不能太大火，知道吧？就十分钟左右，就刚好这个鸡肉浸熟就可以了。我们还让这个鸡呢上一下颜色，来点这个老抽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不小心它就要崩盘了，知道吗，朋友们？好，我们用个油呢把它烧一下它，它烧到六成油温就可以开始炸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一个砂锅啊，这个砂锅呢是高温的砂锅，是可以干烧的，朋友们。然后把这个花椒、姜葱、蒜，还有香叶，在这个锅里面让它爆香它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鸡放到里面去生遮了哈，朋友们。你给它平铺在中间来，啊，不要全部中间，稍微摊开一点。哎，对了，现在这道菜呢最难的话，就怎么样把这个鸡通过里面的佛跳墙，在砂锅里面慢慢的再把它加温。这个时候呢，真的要跟它慢慢的去沟通。不要在一个地方烧，我怕它会爆掉啊。这里面要遮个25分钟哈。当你在遮的时候，如果听见里面有这种不滋不滋的声音，你就要小心一点了，说明鸡爆掉了，里面汁爆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准备了啊，朋友们，千钧一发的时刻啊，一定要放这个卡式炉，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把它烧热哈，来接着。
芥末色来，